该是要过夜的，记得带好换洗的衣服哦。咖啡豆我来准备就行，我知道你喜欢什么。好的，唐总，我会帮他准备好的。许小姐，那麻烦你转告一下林泽，这次出差的时间也提前了，改到这周末。莫总，我怎么没听说你要跟唐总去出差？本来是打算今天晚上给你报备这件事情的。嗯，我保证就是一次单纯的出差。当然你如果介意的话就不去了。去？为什么不去？弄得我好像很不识大体一样。必须去。好，那敬我们识大体的徐总监。好，敬我们洁身自好的莫总。我们是写字楼里的战士，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才留下来的，哪能轻易放弃啊？工作对我来说是面对生活的底气。对不起，没事。以后慢点啊，姑娘。谢谢，谢谢了。现在的孩子也太不容易了，这么晚还在加班啊。有的人在努力创造生活，而有的人却一事无成。这大清早的就人身攻击，我们还是不是一父一母的兄弟了？人的一生至少有1000个月，方琦的前120个月在坚持着战斗，而我呢，过去的240个月，我一事无成。没发烧啊？方琦是战胜了无数的这样的崩溃，才坚持到了现在。什么崩溃啊？这说啥呢？现在一事无成的我，其实根本配不上努力生活的方琦。啊？你干嘛去啊？我要去干一番大事。不可能。我想要参加今年的蓬皮杜青年艺术展，所以想找黄彼得先生。黄先生不在，请回吧啊！谁把这幅画放在这儿的？
看不出来风格不搭吗？太差劲了！来个人，把这幅画给我搬走。哎，来了。黄先生，您好，我叫许卫，我们之前在蓬皮杜现代艺术大师展见过。你哪位啊？赶紧把这幅画搬走。哎，好。黄先生，我特别崇拜您。您策展的作品集我都有珍藏，尤其是2017年那个矛盾与对抗的统一。我毕业于巴黎国立高等艺术学院。我知道您一直致力于去寻找国内的青年艺术家。请您看看我的作品。我想参加今年的蓬皮杜青年艺术展。年轻人，你凭什么参加呀？我是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的，拿了3次校内画展的金奖。我知道我现在还不够好，但是我会证明自己。你也说过，艺术不分年龄，所有肯拼搏的人都有机会。这句话还有个前缀，被媒体剪掉了。前缀就是在天才的世界里，我一定可以证明我自己。如果刚才那幅您不满意的画我改好了，您能不能推荐我进展？年轻人，如果你能做得到，我就推荐你进展。谢谢您，黄先生。我不是来找你的，王吉呢？回老家了。在哪儿？别急。死王吉一生不肯回老家。搞什么？玩失踪还2天。我有些特殊的安排，但是现在不能告诉你。你不会是玩滑板撞人要跑路吧？怎么可能？说实话，我不会妥协的。不妥协是吧？嗯，你看你懂不懂心？你哎呦，疼我！干嘛？我还没使劲儿呢。你想搪死我？我现在也就嘴上是男朋友的待遇，行动上就是个移动的沙包。人家想当沙包还当不上呢。哎，话说回来，你玩失联就玩失联，还特意来告诉你要失联，你这不就是找打吗？我就是觉得我现在越来越了解你了，所以我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想成为更好的人，就是玩失踪。就2天，2天以后，一切真相大白。搞什么呀你？哦，对了，冰箱里放了这2天的饭，你记得按时吃，吃完了以后就可以见到我了。谁稀罕你的破饭？这个臭许卫居然跟我玩失踪！哎，你这个亲姐姐是不是得跟我解释解释啊？啊？什么？什么玩意儿？有了男朋友就忘了姐妹了？我走了，让莫林泽来陪你玩。哎，别别别！我那个莫林泽他出差了，我本来打算好好给他准备一下生日的，没想到计划全泡汤了。对呀，我听王姬说了，
他好像跟唐熙一起去的吧？怎么了？我感觉你好像挺开心啊。没有，我就是想问问你是不是有点担心呢。我不担心，我们已经约法三章了。一，不许有肢体接触；二，不许单独相处；三，不可以回忆往昔。这严防死守的还叫不担心呢？我可没那闲工夫，我得好好准备生日礼物呢。开玩笑呢，人家生日你送一悲剧。一辈子一辈子，不懂就别瞎说。要我说你就别送什么礼物，直接空降吧，在他面前告诉他，亲爱的，我就是你的礼物，请尽情欣赏。我没那兴趣，不就是过生日吗？不在一起过也没关系。怎么那么没情调呢？就你有情调，讨厌。喂，啊，我在马尔代夫呢。啊，什么声音？啊，我在游艇上呢。哎呀，我要潜水去了，先不说了，回去再聊。嗯，拜拜。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，剩下的路你自己走吧。好吧，谢谢啊。嗯。啊。走吧。今天这个花生真好啊。是啊，我们家这个长得也挺好的，今年的收成还挺不错的。是啊，你看，哎，你看我这个，这个是不是晒得也挺好的啊？哎，伯伯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哎，王吉是住在这附近吗？啊，他就在那个巷子里头，你从这里进去。啊，谢谢啊。哎，没事。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，一声不吭就跑这儿来了，我邮箱都开空了，鞋子都走废了。我们合约不是已经结束了吗？谁说结束了？上次，我这次来就是本着契约精神，跟你进行告别仪式的。你就要以这种态度对待你的甲方吗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服我。其实我这次来找你是想要邀请你跟我一起创业的，上次我们的合同已经结束了，我想重新跟你签一份新的合同。不用了，我可不轻易找合伙人的啊。你确定拒绝我？我现在在上格挺好的。王吉，我为了来这儿找你，我开了547公里的车，走了3个多小时的路，我鞋都走废了。你现在说你要拒绝我是吧？你的鞋挺贵吧？不就双鞋吗？回去我就丢了。你再看我的。
什么意思啊，王姬？我是在乎这些的人吗？我们两个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以后别来找我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回来！不是一个世界就不是一个世界，我才不在乎。林泽，陈子明最忌讳的就是和母亲之间的关系，所以华氏的事情要说服他帮忙其实并不容易。一会儿我会全力配合你的。多谢唐总。我们好久没有这样并肩作战了。这边的 flyby 还是原来的味道，还记得接个电话。怎么有人想我了？谁想我男朋友了？我去收拾他。工作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还行吧，这只没有徐总监在，无聊得很。现在只想快点结束，赶紧回去陪我女朋友。嗯，既然你归心似箭，那就好。好好工作，早点结束了，就可以见到你女朋友了。等我回去了，陪女朋友一起吃饭。嗯，拜拜。都已经出来工作了，还跟女朋友耳鬓厮磨。莫总原来不会这样公私不分的。唐总以前也从来不会对别人的事情评头论足。陈总。唐总。好久不见。唐总倒是变化很大呀，更漂亮了。哎，这位是唐总的。这位是上格资本的莫林泽，莫总。陈总。冯唐和上格是合作关系，那我和唐总自然也是合作伙伴的关系。那当然，那我们边走边聊。请。请。我是久闻莫总大名啊，很期待与你们一起合作。多谢陈总，上格也期待跟你一起合作。是啊，陈总。不好意思，失陪一下，我女朋友来了。特意来查岗？莫总想多了，我只是公司外派到这儿，碰巧遇见你。那还真是可惜了，本来想等工作结束之后跟徐总监一起吃个饭的。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，如果我工作结束的早，跟你吃个饭。好啊。莫总，陈总的时间宝贵，我们不如先去办正事吧。好。早点回来。等我。陈总。徐小姐，友情提示一下，惊喜可是很容易变成惊吓的。莫总，贝尔和华氏可没有关系。贝尔和华氏如果真的没有关系，那贝尔为什么要将每年20%的利润转向华氏呢？你怎么知道？贝尔和华氏是为母子公司的关系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华女士之所以不肯在并购案上签字，是因为她觉得贝尔是您的心血。那华氏又何尝不是她的心血呢？再这么下去，华氏迟早要做破产申请。陈总，如果您能说服华女士签字，以上格的能力，一定能将两个公司都保全下来。我相信这也是您最希望看到的。哼，让我帮忙可以，不过二位今天设了个套让我钻，是不是该给我道个歉呢？陈总，任凭你处置。早就听说唐总的剑术是一流的，
正好借今天这个机会好好讨教一下。陈总，不如我来跟你过两招。怎么，莫总是想乘胜追击，在剑术上也杀我个片甲不留？陈总说什么呢？我们俩来。看看，唐总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和我切磋了。我是迫不及待的想要跟您合作。好啊，上次稍稍输给唐总一筹，这次啊，我一定要赢回来。唐总，请吧。你好，你好，我听说这里可以自助选唱，置办生日会场是吗？是的，您可以把要唱的曲目告诉我们，我们这边会安排乐队去排练，您晚上就可以到现场唱了。是这样的，我可以提前跟乐队排练一下吗？没问题，这边请。谢谢。唐总，你不够诚意啊，给莫总揽生意还不拿出十分的力来？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好啊，来。唐熙，唐总，唐熙，怎么了？你药呢？我去找人。好。明天的会改在早上了，记得提前把方案发给我。徐女士您好，我们这边乐队已经等了很久了，要不……实在不好意思，麻烦帮我再等等吧，因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人。理解理解，那麻烦再稍等一下。不好意思。是我应该谢谢你，谢谢你为尚哥做的一切。你明明知道不是为了尚哥，是为你。我要那一个私人的谢谢，不是莫总的，是莫林泽的。唐熙，你没必要如此。你还记得我第一年入行的冬天吗？我们两个人一起去见客户，我哮喘突然就发作了。当年你和现在一样，也是你送我来医院，然后像现在这样陪在我身边。以后出门带着药，不是每次意外都会有人在。晚上留下来陪我，可以吗，林泽？徐女士你好，您看外面天色都这么晚了，我们还要继续等下去吗？麻烦再等一等吧，他一定会来的。那您看费用这方面？费用的话，我会按小时加的。
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再等一下吧，辛苦了。嗯，没事。谢瑶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你等急了吧？没着急，正打算要走呢。刚才唐琪哮喘病发进了医院，我走的匆忙，没看手机，看到手机马上就来找你了。那他一个人在医院能行吗？他那边有人陪，放心吧。倒是我的女朋友，你一个人在这里生闷气，我得赶紧回来陪他呀。你现在来也勉强算来得及吧。给你个礼物，开始吧。都头准备了好多，我想对你说，当眼神交错，我却突然失忆了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脑海不停地循环播放着你微笑的侧脸的轮廓，陪你踏过那边开了樱花的山坡，陪你度过仲夏夜海风唱的歌，青春像小说，你就是我唯一心动的角色，陪你看过冬天夜幕暖色的日落，陪你看过冬街头银装素裹，你真回忆的尽头，我陪你走过美丽的景色。有没有进步？我们家小仙女唱歌那一定是完美无瑕呀。谢谢。生日快乐，林泽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秦瑶，今天有点累了，我想回去歇歇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我想一个人静静。小姐，友情提示一下，惊喜可是很容易变成惊吓的。
明天就是你生日了，想要什么礼物啊？我想要你和妈明天来看我的钢琴比赛。在哪儿？我在你门口呢。翟总给我打电话，明天有会，我先回去了。行，你在哪儿？我送你回去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在车上了。好，那你等我处理完手头上的事儿，我明天回去，一定给你一个解释。在水中游弋，心情一片点。